欢迎您收看《给你点上新灯》。今天我们节目再来看，在2009年元月六号，莲生活佛北上加持真佛宗的道场，傍晚时间来到了台北的法明同修会。这是由晨之古月舞蹈团的领导余秋月师姐所主持的。余秋月师姐的专业舞蹈素养，向来令各界赞赏。去年和莲赠莲崖法师在台湾雷藏寺出家之后，出离专心法务，令人赞赏。而且当天莲丁法师也向莲生圣尊请法，我们就来看当天圣尊莲生活佛宝贵的开示。有关金刚亥母着火定的法，请根本上师慈悲开示。啊，敬礼表明和尚。沙迦圣空上师，十六世大宝王卡瓦巴和登达吉上师，敬礼参称三宝。啊，法明同修会住持，各位上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，各位同门，有记者。好，午安了，好。关于金刚亥母着火定啊，刚刚在这个做宝瓶器跟着火灌顶的时候，曾经跟大家提到，在记下四指的地方。在记下四指的地方有一个三角形，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这个形啊，在三角形来讲就代表火，三角形就是代表火啊。那么圆形呢，在五行里面就代表金，木呢就是长方形，就是属木，长方形就是木，四方形就是土啊。金木水呢是多方形，水就是比较多方的形，金木水火就是三角形，土呢就是四方形。所以我们观想一个三角形在我们记下四指的地方，那么中央呢有一个二字的一边，二字的一边是这样子写，这样子有点像那个升起来的火这样啊、哦、那就是像一个二字的一边这样子，在三角形的中央。那么这一点佛，你只要感觉到这个佛已经用观想的，用观行方面来讲，红的、热的、通明的，红的、热的、通明的，由直接由这个佛变化成为金刚亥，直接由这一点的佛变成金刚亥，你就渐渐的大起来，跟你的身子一样大，你自己就变成金刚亥母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念金刚亥母的咒语来坚固自己，入三昧地，就是金刚亥母着火定，就是金刚亥母着火定。那么这个原因呢，便不是在于我们要请金刚亥母，就是多杰帕姆，金刚亥母就叫做多杰帕姆。那他亥母的形象啊，都是拿着这个卡场卡，就是啊卡场卡有三个这个骷髅的，代表贪嗔痴，贪嗔痴。那么用一个人的本身的骨去串起来的，你要观想金刚亥母，
那么金刚亥母的形象呢，有一脚站立，一脚提起的，一脚站立，一脚提起，是红色的，红色的像火一样。那把这个左火关成金刚亥母，很细的金刚亥母以后，由金刚亥母本身以你的完全呼吸使这个亥母增长，它完全呼吸十下以后到这个生殖轮，由生殖轮十下以后又到季轮，由季轮十轮以后十个呼吸以后又到了心轮，十个呼吸以后到喉轮，十个呼吸以后到了眉心轮，然后触就是有一种接触，以这个火来触眉心的白菩提，就是菩提心业意，让它滴下，然后又退回来，退到心轮。那么以这个菩提心业意跟浊火在心轮里面结合，先把心轮打开啊，这个是主要的金刚亥母浊火定，先用观行的方法再把自己观成金刚亥母，这个就是金刚亥母浊火定，基本上是这样子啊，基本上呢，就是把火关成了多戒帕姆，水呢就是菩提心业意，也是一个阿字的一半啊，阿字一半，这样子，这个是一个汉字，然后汉字下来，那么跟这个阿字的一半。互相结合在心轮上，就是阿这个样子。那么能够把五轮打开啊，好像是说把季轮先打开，把生殖轮打开，把心轮打开，把眉心轮打开，把喉轮打开，这换作这五个地方就有五佛在，就有五佛，五个佛在里面。那么五个佛也可以讲是五个金刚，五佛就化为五个金刚，又另外一种的修法。那么你首先呢，要这个祈求金刚亥母来帮助你，他有一个记哈，在书上有写，请金刚亥母来帮助你的浊火能够赶快的升起来，就是以金刚亥母做引子，使你的浊火很快的升起来，这个方法就是金刚亥母浊火定。那么观想很重要啊，还有呼吸很重要，因为呼吸本身就是轰轰，那么水就在这里，火就在这里，然后前身就是土，就是说这个地水火风都应用到了，在我们人的身体里面本来就有地水火风，那么轰袭呢，就是让这个火能够增长的方法，这个都是一种观行啊，观行。那么主要的你要观想中脉，那个左脉，这个右脉，左脉，这三个脉都要观想。好，谢谢大家。等一下要灌顶是吧？灌顶。要灌顶。保平气。保平气。左火。护魔。那么护魔一定要用火。一个点蜡烛。这个灌顶哦，比较难，比较困难，因为这是要分两次，要分两次。你如果这样子
求的话，哦，就比较困难了。那就是一个把名气跟着火。啊，把名气跟着火。好，把名气跟着火就是。宝瓶去着火的话呢，你要观想一个宝瓶，那么在宝瓶的观想自己成为一个宝瓶，那么在自己身下四指的地方有一个三角形，那三角形的中间有一个火，就是二日的一半，这样子是要观想它是发热的，那么红色的啊，这个通明的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在法明同修会，圣尊非常慈悲，为大家做宝瓶器和着火的灌顶，不断涌入的灌顶人潮，让整个法明同修会的楼上楼下都呈现了拥塞的现象。而法明同修会最近以持诵地藏经回向为重头的活动，已经有很多人报名都有感应，所以欢迎大家也能够继续的报名，或者是一起来法明同修会念地藏经。各位观众，莲生活佛为超度八八水灾亡灵，用舍身法做了一场前所未见的护摩。当天实况画面可直接上网西雅图雷藏寺收看。莲生活佛的慈悲舍我事迹，令众弟子心疼。也请珍惜9月5日，莲生活佛在西雅图将首次传授孔雀明王大法。欢迎收看真佛宗网络直播。莲生活佛卢胜彦文集最新著作《魔眼》即将推出。2009年元月6号，在台北民生西路上的中观堂也是人山人海。莲生活佛体恤弟子们等候多时，所以他不吃晚餐，继续来到中观堂加持大家。而中观堂的莲月上师可说是台湾非常努力弘法度众的上师，特别是为了圣尊讲解《圆觉经》，他制作播出，同时还发行《不一样新闻》这个刊物，深获好评。长期负担传媒的经费，可说是尽心尽力。是释迦牟尼佛，敬礼了和尚，三家中堂上师，16世大法王。图登达吉上师敬礼坛城三宝，啊，中观堂
莲叶上师、莲庙上师、莲灯上师，啊，还有各位上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，各位同门，还有所有的这个负责每一个事物的啊负责人，大家晚安。这一次这个行程很紧迫啊，这个时间也不多，本来不是说要去啊，是全省跑分堂的，不是全省跑分堂啊，只因为这个新加坡回来以后刚下飞机，就有这个独有雷藏寺，另外呢大鹏堂啊，他们有了邀请，那么我就结义到这两个地方。那结果一开始的话，就全省的分堂全部邀请啊，包括那个立岛台东，立岛台东，这样跑起来很辛苦，也是要算要很多的天才能够走得完。那么这一次呢，也就是说有到的地方就稍微好像沾一下酱油这样的，问到如此哇，这样的最主要就是看大家啦，谢谢谢谢地方就请原谅啊，到每一个分堂就给这个堂里面的这个发问，就是一个问题啊，有关于法的问题，一个问题。这个根本上师，那么因为中安堂八楼是啊这个明王为主啊，那么有十大明王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最近又刚来了一组大明王跟金刚力士哈。那么这个是中安堂的一个什么样的因缘呢？啊，那还有呢，我们每天早上都修护摩，请师尊开示。在弟子们当中呢，因为师尊提到这个只有升起着火，着火才能烦恼解脱。那么最快速升起着火的方法，啊，同门怎么样最快速的由外法来进入内在的修行，而得到真正的弘光大成就呢？感谢师尊。最快速升起着火的方法，这个在《弥勒日巴传》里面有提到，他修了很久的着火，一直都修不起来。那么他一直祈祷他的这个根本上师加持他，每一次通通都要祈求根本上师加持他，这是第一个这个修法的根源啊。每一个弟子在修法以前最好祈求你的根本上师加持你，有这个加持力才令着火能够升起来。弥勒日巴每一次他一定要提到他的根本上师，在他修法的时候，那么师尊每一次在说法的时候或者要灌顶以前，一样也要祈求自己是四个法流的传承上师，每一次都要念他们，要观想他们住顶，祈求他们加持师尊能够在弘法利生上面能够有力量啊，这个法力啊来自于传承，这是第一个要件。
第二个要件呢，一般着火要升起来，必须要靠烘席，烘席就是烘的力量。除了观想行持以外，还一定要烘席。这个烘席就是要靠我们保平气经常的练，保平气经常的修的话，你气来通脉，脉才会通。你的烘席越大，你的着火越升得越快。如果没有烘席，没有那个气，你的着火就升不起来。因为着火是靠观行、靠观想的，好像我们观这个宝瓶，那、自己变成一个宝瓶一样。那么记下四指的地方有一个三角形，三角形的中心有着火，啊、很短很短的着火，红色的、花热的、通明的。这样子的观想，一般来讲，这样子的观想不一定能够很快把着火升起来。那你一定要靠完全呼吸，你那个呼吸一直到气，以这个呼吸的力量来催你这个，催你这个观想的这个着火。按照密勒日巴有六照印，到最后他用六照印。所谓什么叫六照印呢？就是六个三角形，六个三角形就是六照印。那么六照印呢、这个角啊本身是交叉的，做的时候是交叉的，这就两个三角形，两个三角形。锁本身是交叉的，又是两个交叉，两个啊三角形。那么坐的姿势啊是盘起来或蹲起来，这样蹲着就压住的啊，头整个就是好像一个火炉的，所以灶就是一个火一个土啊，灶金的这个灶。那用逼的，用逼的，甚至因为你脚不能够完全很持久的逼住你的丹田，所以要用绑的，用绳子把自己的脚跟这个整个身体这样子绑得紧紧的，这样压缩起来，脚伸到这边哦，拿两只手抱住脚，来压缩起来哦，变成这边两个三角形。锁两个三角形，脚两个三角形，就叫六照印。把锁跟脚整个绑紧，压住记下四指的地方，然后用很强烈的吸进的气，去吹你的这个丹田火，让它发热。这是最快的密勒日巴本身最快的方法，它是到最后用逼的把它逼出火来。就像我们佛本身来讲，我们这个是无形的，真正的钻木取火的话，是用一根木头跟木头之间旋转，一直旋转，一直到了热点以后，它突然间冒出火出来，钻木取火。这个人体里面钻木取火一样的道理，这个在钻的旋转就是轰，旋转就是轰。那么压缩呢，就是木跟木缩得很紧，再加上烘习你的观行，这样子着火才很容易升起来。所以要懂得六照印呢、你那个姿势要对，第一个姿势要对，你的脚啊很容易酸掉，
那么你就把你的脚绑在你的身体，因为两脚相交叉，你的姿势啊，坐的地方啊要对，因为两个脚要伸起来到差不多到你的肩膀这地方，两个脚啊交叉，然后绑起来，然后用手又挤的力量，这样子把它挤住。以前我书上曾经写过一个叫做什么，那个大温阳的方法，大温阳的方法是用身体动的方法跟呼吸的方法，用空吸跟身体动，因为你身体动扭转的话就会产生热，这样子能够让那个着火很快的升起来，这是最快的方法的啦。最快的方法了，所以六照印是弥勒日巴本身他用的，这师父在这个无形之中啊指示弥勒日巴，马尔巴指示这个弥勒日巴，你要用六照印就能够升起着火。但是我们在修着火以前，先把自己的宝瓶器一定要修好，烘洗一定要猛啊，要猛要烈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平时修宝瓶器烘洗不用猛烈，因为猛烈的话太紧了也不好，太松了也不好。真正要用到着火快升起来的时候，你用猛烈的是可以，那一种习叫做射习，射习像射箭一样的那一种呼吸叫射习，是最后着火要升起来的时候才用的。平时呢你可以用这个慢的啊，用平的，用缓的气练宝瓶气，先把宝瓶气练足了以后再来学习修着火，这样子会比较好。